水晶之行冇人玩，2月22日关门大吉，正手系小到冇人玩，不如执咗佢啦。对于浪费资源嘅嘢，抱住呢种信念去做咧，其实都算得上几环保噶。英雄联盟入边就有个模式叫做水晶之行，唔知你知唔知？但就因为太少人玩呢个模式嘅关系，官方就决定将会喺2月22日起正式为水晶之行画上句号。不过若果喺执笠之前，若果赢够100场水晶之行嘅话，虽然唔会令到呢个猫起死回生，但官方都会送翻个鸡肋头像俾你做纪念。若果嚟100场胜利只系争几场嘅话，咪打埋佢咯。